奖杯回到家的感觉如何？挺好的。那是不是可以说从现在开始就真正的进入了奥运节奏呢？我觉得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吧，还有一年多一点时间，这里面还会有很多的这种变化，包括还有很多的空间，那值得通过世乒赛回来之后好好总结。有没有感到疲劳？心里肯定有一些疲劳，身体呢还好，主要是精神上还是比较开心，比较愉悦吧。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备战、征战和努力吧，全队上下取得了然后这个我们想要的成绩。马琳和刘诗雯这样的老将夺冠，还是这种小孩儿，像王曼玉他们的这种，哪个对于您来说更看重？这是一个成年人的比赛，所以不管是什么样年龄的这种运动员取得成绩，其实都是让人振奋的。我觉得这次最好的就是，我们不管在哪个年龄层面的运动员，都能够很好的在这里平台展示自己。除了这个夺得冠军之外，最大的收获表示经历。经历了这个之后，我们更有方向，更有目标，对明年的这个东京奥运进行展望。零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